幸好我是金公公，就是清溪的后门的半地下，可是新房，超级高档的新房，加空调在这里，这里有窗口，空调，书桌，房子很大，书桌在这里，这房子挺不错，很大的，真的啦，门这样进来这边看一下，厨房在这里，厨房。滚筒洗衣机、洗衣机、电磁炉灶，衣柜看衣柜很大吧，还有冰箱，这叫房子这样进来的。进来鞋柜在这里，所以格式好，进来的格式都特别好。这我们去卫生间怎么样？去看一下房子这样进来，我去地板真的好了。卫生间进去看一下，卫生间很大。卫生间有窗口通风好，水好，加马桶、洗脸台。卫生间很大，还有卫生间跟这里有距离，睡觉的不错的这个房子，半地下可是很干净，做的非常精致的。你们快点过来，我是金公公。